你叫台湾要兴起，来回应呼召。手牵起来好吗？我们要一起手牵手，合一在这个土地上面，宣告祝福，因为我们合一，与天对齐，与神对齐，这和好就临到这地图。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的君王向我们伸出金杖来，我们得了怜悯，我们是为了列国。我们一个王后的位分，是为了现今这个时刻，我们要成为列国的祝福。台湾爱。